可以越早。再来继续，每天的行程就是这样子，跟牧场物语一样。那铁会被用光诶，那表示我们还要再做一台诶。这样我觉得铁会不够，所以我还是不会改红石机关。我觉得一个好过的东西，会吗？不会啦，这个就很简单啊。怎么办？我们再盖一台，盖一台一模一样的，然后把村民移上去，然后这边再放也放一个装置。所以我们要把村民再搬上去，不然铁不够多。还没天亮，他们要大概10点钟的时候才会起床交易。9个，哎，好了，他们醒来了。他有好像改过欸，有修补好像都不会吃掉了，是不是？感觉有欸，看你卖什么？怎么还是搞欸？你比隔壁这个好多嘞、欸，隔壁这个卖的沙小耐久三，还是耐久效率？可是还是没有我要的。快把最后一页开出来了！就命名牌，好哦，来开这边的。哦，悠悠，我劝你是不要嘴他哦。不是，要这个。这个，
19块修补，19块的修补要换1、2、3、4、5本。小子山，什么都没关系，他没看台，天哪！水中呼吸清水，心耐久保护。我这才保护2欸。所以需要个保护4的附魔书。好，继续。抓附魔，为什么我被称为教主啊？每次我都有解释过一次欸。嗯啊，你才老手，就你打分析嘛，然后会出现发现啊、繁星啊、飞行啊，有的没的啊。24、26，然后就有一次，不知道哪个白痴打风兄出来，然后就什么风兄教主就这样子，从此之后就这样子被这样叫了。有轻盈哎，哇！我是生存在 B 8之王，创造该东西，还有试着开一些生存打前面的神庙。第一个就是附魔金苹果两颗，一定是上天的眷顾。但我手上把银枪，哎呀，那就是你不够幸运喽。然后再把里面的书换成书柜，这个换书柜，然后把它打掉。下一个附魔就是要附这个了，斧头。做一把，买一把新的斧头来做，好像不错了欸，这个人，那这个之后需要书再跟他换吧。那我们来换这个，改掠夺三清零四，这个人有点强欸。掠夺三清零。萌萌的，这只死掉一定很难过。青银石，还有什么冰霜行者，我就不会不复了啦。保护差一，耐久。今天修补轻盈，
什么那个鲜丝，哎呀！哇，你看这些东西靠跟村民交易就有了，何必去挖去打去做什么事情呢？只要稍微忙碌一点点，就可以有这么多物资。那这个真的要盖个双核心的啦，不然以我这样子，物资都被我弄光光了。等等，我刚刚去看，我知道他是谁了。谁是谁？臭臭真的不知道是。你们在聊什么？他就是优越啊，是吗？秀秀，你是害怕想起，还是真的忘记了？等下有人敲我。好，没事了。你是忘记还是害怕想起来？睡觉，睡觉。还是有很多人看台啊，看什么？但是我看到一个，我进去的时候，废物秀秀，你看啊，我这个机关呢，昨天盖的而已，啊，我已经用掉了一些了啦，昨天，不然今天是到这边。我已经用掉很多张纸了，这个是这只挂五小时哦，就到这边来了。你说强不强？啊，我开一次给你看哦，看一下哦。你记一下哦，传下应该从这边开始吧。好，为了你再打开一次这个，不然我有点不想开这个，这个很烦。这个首先。开了之后要先，音效，要这样子才行。然后我们拿一个甘蔗走。你看这个甘蔗的效率，你看快不快？四个了，五个了，六个了。然后你昨天那边追我说我不在盖什么鬼东西，就这个啊，还敢追我啊！妈的，气死我！然后所以才跟你讲说，你看需要这么多漏斗，你一定要用东西装啊，所以才会盖这个、先盖这个铁巨人塔，盖完铁巨人塔才能盖其他东西收集物资啊。我之后还要收集那个嘞，盖一个自动农场哎。那再来，我这个会再多盖一条。然后你看我这边下面啊，也都是漏斗啊，所以你盖很多设施，漏斗一定会很缺。像你看这个，我还没盖更夸张的啦，就是我在这边挂网嘛，挖石头，然后下面全部一排都是在烧石头，只是我没有盖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做那个地毯分那个复制机，
如果我不知道1.15跟1.13之前的地毯分类记忆不一样，因为我记得有人说是不一样，所以我就还没盖了。然后你看啊，我们这边聊一夏天嘛，大概2分钟过了，因为这边平均是2秒钟会有一个甘蔗掉下来，2分钟咯，2分钟而已就34个了，所以平均这个大概就是1个小时会爆一箱，所以这边5小时就会爆了。那再来，你看秀秀，为您介绍，这是我最喜欢的附魔术商人。掠夺三，轻盈四。那这个只是有点意外发生，他什么都没有。那这个是锋利五商人，冰霜行者锋利四。啊，对啦，我要去用这个。大不了就是哪天我就是试出地图，然后跟兔崽子玩。就是跟就在那个世界里面盖一堆东西，然后叫他们帮我弄好之后，再把地图拿过来继续玩。完了之后，然后再试出地图，叫他们帮我开伺服器，这样。恶霸，他叫不会吃修补了，真的假的？现在是这样子哦。不然以前修补吃很凶几乎不会加你的经验值啊。然后我下午又一直讲你坏话说我下午的标题是背一个连音阶盒都不会盖。都不会做的很嘴，也不嘴你啦，就你真的是惹错人了啦。那这个是修补丝绸之处，感谢莫新央的50颗星星，也不算嘴你啊，就只是把你公开处刑而已啦，没有嘴啦，说你这个人很厉害。很会擦火吧？那就这个我昨天讲的，我昨天就是随便拉一个村民过来就开始交易，然后就先洗到剪刀二出来，2颗绿宝石换剪刀，然后洗一洗又洗到换这个地毯，就觉得就都蛮简单的，就没想到这是洗出红色燃料了，爽翻了啊！没有经验值。然后后来为什么要那个？刚刚说做那个一大片熔炉嘞，就是我们需要经验值，因为他们说1.13就是可以做经验熔炉。那我里面其实已经烧了一大堆东西了，所以我拿出来应该经验可以到现在经验可以，现在这个经验应该可以一直到25等以上吧，不确定。金鱼安安。平平安安，Sam Yang 安安吗？等一下，好，都修饱了。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晚上再继续挂吧，就是睡前挂一下，爆了就算了。而且我本来因为我还没开始去，应该去找个那个再高一点的高山上盖一个冰块机，因为后面会很缺冰块。为什么会缺？就是我要把它改成就是用发射器的，发射器它就划着冰块走嘛。那冰块滑过去之后会被漏斗接住，那如果漏斗满了，就是箱子这边都满的话，漏斗接不住嘛，它就会往前继续滑，滑到就是前面放个类似岩浆或者是仙人掌，就是满的东西直接被仙人掌烧掉，这样就被东西都卡在上面那个。
好啦，我先关掉啊，吵死了。没修，没修，没修，关掉。然后这个关掉，那这个就掉下来了。没修，没修。嗯？为什么不能放？哦，没有水哦，白痴哦。好啦，就这样子啊。你看，又快两组了，就这么快，你就不用盖了一大排，然后一大堆观察者，然后就盖很高很高这样子。选项。然后刚刚讲的经验熔炉也不一定要用挖矿的，也可以盖那个啊。那个叫什么？仙人掌机再加上那个，我们要有竹子，有竹子的话就可以，竹子也是燃料，所以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就是烧仙人掌，然后再加上竹子。所以盾牌要怎么有颜色啊？可以染啊，你盾牌要有颜色，你要先做旗子，做旗子之后就可以染色了。像我这个，这就是打那个啊。打掠夺者啊，打这个旗子啊，然后把它直接放在那个盾牌上，就这样。其实我觉得玻璃也可以交易耶，我如果懒得烧的话，来继续烧它。这样子我们才有更多的经验，因为其实我不太爱用沙子，是沙子你要特地去挖，再加上沙子是消耗品，我这个人对于消耗品这个东西都会不太爱用。我本来想说截这张兔子，截这张给布布兔子看。所以最好的装备是怎样的？最好的装备吗？也没有说到好欸，最好就是保护。然后其实每个地方都可以坚持，不过要用书附上去，就是保护。其实有保护耐久修补就是好的了，就像这个啊，保护耐久修补，这其实就够了。那坚持是额外，衣服才付得到坚持。那钻石头盔是多了清水性跟水中呼吸，那鞋子是多了那个轻盈跟深海漫游，还有一个冰霜行者，可是我不喜欢那个，我觉得那个很雷，就不爱敷了。那时候就这样子啊，小雨有一次就是玩那个什么方格生存，然后不小心被哈蒂的火焰剑射到之后，他要跳进这个里面的时候，他踩到这一块，然后这一片怎么变成冰，他就一个燃烧的人踩在冰上面，快笑死了。但如果我每天都来换铁的话，我铁真的马上烧光光了。而且，如果真的我都要用漏斗的话，那大不了就是我改，通通改用甘蔗啦。改用甘蔗来换铁尖，暂时不要换了。我改天要去找掠夺者玩玩看村庄英雄是怎样。嗨，感觉村庄英雄有就很屌，不过那个村庄英雄 buff 喝个牛奶就没有了。
没修。再来是，来来来，交易交易交易。你这个我要换四把才能升到四。这有点，这还是有点雷，要换各四把才能冲到效率四欸。所以还是换一把，然后自己去付看看有没有效率四比较快。哎咻！看，吃饭，欸，我要过去了。小，放回去。等一下，应该就是整地了吧？先把地整一整。然后就可以，就可以盖更多设施。